没放到香菜，再来放啊。嗯，明年推荐你家附近一个很厉害的市场。哪里？志光黄昏市场。什么？有这种市场？感觉我很远哈。对。可是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。我刚我也没听过哎。你看他以前也在住永和住很久啦、啊。那个市场超厉害哎。不知道在哪里没听过哎。是，但它里面其实跟雅琪亚没两样。黄昏市场，志光黄昏市场，这次呢实测一下，看这边有什么美食。然后说实话，好不好吃直接说。对，我们前几天已经有在我们的 IG 上面问一下粉丝们，就是有没有推荐这边哪里好吃的东西。我的网友呢就告诉我，你进去看到哪里在排队，你就去买那里。这个准，这个准，在这边排队一定好吃。哎，那我们来看看，牛奶已经已经在排队了。老板送我的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送你？很漂亮啊！那我长得漂亮吗？可爱。好，那我可以。他说你可爱，没有说你漂亮。黄昏市场人好多哦。哇，肠粉！我有看到有人推这家肠。不能，没有，还没有排队，我们要去找有排队。要找有排队。今天要走盲童的路线。哇，没错，金光闪闪的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吃火锅。哎，可以加年糖。要不要？可以。你看。关键的是，他写爷爷奶奶亲手做的，买了买了，老板我们要买这个，这个年糕还是热的哎，刚吹出来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萝卜糕糕，那萝卜丝你看，里面都萝卜丝，要不要买？要不要？老板我们要买几个？几个？这等下可以煎，我阿妈都自己弄萝卜糕，就像这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她要在家里。串萝卜丝要串枪，这个满满的萝卜丝，满满的萝卜丝，一定很好吃。我们才刚走进来，你看门口只出在那边。你们领多少钱呐？你们一万块。好，哇哇哇！真的耶，你有看我萝卜的？哎，一条才10块。我跟你们说，红萝卜一定要买有土的，不要你可以整拔萝卜。好可爱。才刚就是刚放在台北啊，还没有吃过。你要带回家吗？要啊。像卡通里面的。对，真的放里面的。有一只炸鸡薯的两只，帅哥，你要不要等我？两只100可以买，可以买，可以买。你看我的手，超慢的。我们要两只。整只。切好的。切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超好的。嗯，我为你们来了。嗯，今天脆脆的，嗯 ，Q Q 的，好漂亮。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是我们是认真要评分的哦，我们1到5分，五分是满分，你们吃完之后每个人给分数，包括工作人员牛奶。好，满分。这它这种的不是用很辣去烫的，这个是那一种，那种就是工厂来已经是一包一包透明的，把头跟内脏去掉。对，可是这样100块 OK， 而且它甜度还在。好吗？好，5分，大家评数之后。这款好不好吃吗？你就整体综合，值得推荐。好，可以。五分是最值得推荐。好，好，来，3、2、1。我觉得 CP 值非常的高，你吃到这样子，你100块，你那个蛋白质，你那个可以啦，100块吃到这样子的口感。我想买回去自己去买，那我也要买，我也要买，我也要买，这是你推荐的吗？对，我以前住这边的时候，我晚上都来买这个小颗的，它就比较像宜兰吃的那一种。小馄饨，然后煮汤它会飘飘，它的皮会飘飘，很像云的那种。而且他们卖馄饨就卖了50块，对啊，这间真的很好吃，这一盒才50块哦。对啊，哇，谢谢哦，老板谢谢，谢谢。这么吃可以弄小黄油炒手。来，现在再往。哎，墨西哥5块啊，墨西哥3.2啦，台湾5块啦。现在蛋糕面包好吃要不要？哎，先吃蛋糕5块。炸鸡，这个要买炸鸡，我要买炸鸡，
我在网络看到这一家，我想要吃吃看，因为黄昏市场的炸鸡都很吸引人，我想知道跟我家那边吃起来差别在哪。而且它有炸土托鱼，我要吃炸土托鱼，我想要吃炸花枝。这个排队已经都不知道哪个是头，哪个是尾。你是不知所措，对，因为完全找不到缺口可以进去。你要见缝插针，那我现在已经见到一个缝。见。我跟你讲，市场的炸鸡一定要买，市场炸鸡最好吃，为什么？鲜嫩多汁，鲜嫩多汁。可是我的确上一次跟你们去那个宜兰夜市，我也觉得他们的那个炸鸡超好吃。黄昏市场什么什么市场，看到炸鸡一定要买。好，那在哪里 ？Happy， 一百块。Love 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, like you do. Love 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, always you. 肉肉的，我也想吃炸花枝。哇，它现炸的，你有看到吗？喂我，喂我。哦哦哦。嗯，只要三五十。好好香哦，很甜，很甜，很甜。甜耶，嗯，超甜的，越咬越甜的感觉。哎，这全部一百块，我买三块，我买三块。这是土豆鱼的那个吧？冷的，好可惜哦。嗯，它不是的，可是味道是好的。它如果是热的，一定更好吃。但是大家都是买回去，反而再加热，它是晚餐那种餐。如果大家回去再气炸一下，应该就可以。等一下，那个花枝我再试一下好不好？没问题。这是什么？要不要再回去买两百块？不要一次吃到饱。我跟你们说，以后你们要怎么跟他说话？如果你们预算是三千，你就要跟他讲一千；如果你的预算是一万，你就要跟他讲五千。反正他会花超过。就这卤鸡吗？嗯，可以，软掉也好吃。嗯，妈，炸鸡很厉害，你喜欢？嗯，可以。很可以，是啊，还有一个花枝好了，花枝真的好好吃，比那个炸花枝，对，花枝跟炸鸡，炸鸡，三二一，哇哇，可以，真的不错，优秀，给炸花枝，给你摆。那我们两个一起吃一只好不好？它就是用它的胡椒，外面的胡椒香，表示鸡肉要超新鲜才能用这种淡淡的腌料的味道去带，不然肚子好像是津津有味。我懂了，市场炸鸡，你懂了，你懂了，我懂了。三二一。不用钱，这个叫什么？这是水蒸，水蒸，然后是白带鱼。哎，这超新鲜的这个鱼，怎么知道白带鱼那么厉害？我的很厉害，我的很厉害。你这是现钓的吧？今天钓，真的很新鲜。今天早上半夜，早上钓的，超新鲜。你买回去，你知道怎么？这是我回去，但是我们这个美女可以送你。不用不用，谢谢，我们拍一下就好。哎，超有名到了，哇，快，排队美食。对。这就是来这里一定要，我先去帮你排。哎，你看他什么时候不跑步，他现在跑得可快的呢。你看，我们可以都点吗？可以。一个馅饼，我要一个葱油饼，一个韭菜盒，一个馅饼，一个萝卜丝饼。黑猪肉馅饼。对啊，一定要点啊，一定要点啊。韭菜盒也是会爆韭菜的。其实对萝卜丝饼比较新鲜。萝卜丝饼是好吃，我有看那个网友这样打开那个萝卜丝是新鲜的。我要看看图文相符。排队人潮没有停过，所以你要像我那样，你看到目标你要先冲过去排队，因为在你想的时候又多五个人了。他刚刚真的跑的速度比他爬山还要快十倍。他日本的十号去足地市场就是这样冲的。像韭菜盒，听说打开里面会有满满的韭菜，嗯，真的是满满的，嗯，而且你吃第一口就有了，嗯。
好吃吃。嗯，但我同事觉得它水分比较多，所以它皮是稍微比较软一点点。对，因为它里面还有冬粉跟炒蛋呢。嗯，惊喜包打开是什么？啊，馅饼。萝卜丝，好香！馅饼，我都还没有咬到肉，我都闻到了，我都还没有闻到了。哎、欸，这点我还没咬到肉。哈哈哈哈哈！赶快再咬一口。这个里面猪肉的水分多到它吸在那个皮里面，你连吃皮都好吃。它里面除了葱之外，它竟然还包洋葱丁。嗯，难怪那么多汁，洋葱。然后我这吸到这边都是汁。太烫了，是啊，真的太烫了。好，给我看。好可爱啊！外面的萝卜丝饼大部分会带着一点菜脯感，对，它这个就是新鲜的萝卜丝，纯粹的萝卜丝，它加了虾米下去调味，哦，好清甜哦！你看，啊，就是要给你吃。哇哇哇哇！哦，专业的葱油饼。酸奶烧饼就是你把它推开之后，你要把它卷卷卷，然后卷卷卷，你嘴巴好忙，加油！我们的副业就开通了，它皮的那个焦脆度也有，然后中间的那个面团的那个筋性也有，这间可以，这间可以，哎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姐妹们，很好吃。因为你们知道温州街有一家排队排很久，我知道。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，但因为现在有点太油。我也觉得，而且它是半油炸那。它也是这个，它也是这种萝卜丝，是新鲜萝卜丝，但我觉得这个萝卜丝超香，它大赢温州街的。哇，现在一组是十个，一组你平常买一个三十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十个。陈国庆，不要再讲了，你卡菜。来，下一个，下。你们都一直嫌我很丑的，可是网友都有去我 IG 留言说我 IG 是另外一个人贴在牙里。那我有吗？没有。那我有吗？那你可以不要这么近吗？我脸的瑕疵都拍到。我看卡在哪里。三二一，葱油饼。哇！满分，而且很值得再买冷冻的，你说非常值得，非常值得。猪暨馅饼，你们都知道那个大小了吧？我没吃过。重点是它的厚度，45块一个。你看，45，这个30，这个是2.5倍大，2.5接近3倍，可以。而且它的皮的薄厚度真的非常的赞。你知道有时候吃到那种皮很厚，就是你吃馅饼好像很厚，就咬开来一半以上都是皮，你会生气。都是皮，厚皮。它没有，它真的是皮很薄，它诚意满满哎。满满五分都不止了，两个五分。发现呢、啊，其实我以前有来过这个市场，因为我来找我朋友，他住旁边嘛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素头蓬头垢面的，然后来那市场的时候，然后就我一走过去，然后就有一个阿伯这样，然后我朋友就大笑，一直狂笑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因为我那天长太丑，别人就整我。然后你看我今天妆法都弄好了，每个摊贩都要送我东西，这社会真现实。重点是刚刚也是有阿伯折他。对，那个 YouTube 吗？对。哦，那你们是什么学校的？这样成本太学校，我们离学校很远哦。大学生做，不然怎么会那么清纯呢？刚顾全部都包起来，真的吗？假的。这看起来很好吃。对呀，这肯定好吃，好大份哦。我都要跟老板说我要100，然后叫他帮我配，然后泡菜多一点或什么多一点。他还有煲汤，对对，他会送你汤，他会送你汤。好好哦，现点现做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木瓜丝配那个鸡肉，鸡胸肉。粤式凉拌手撕鸡，这一大盆才100块，真的好香哦。如果不要鸡肉，70块。嗯。调味很棒，我觉得如果冰冰的会更好吃。够酸，够酸，然后它刚那个
蒜泥，价值，它现在那个蒜味很入味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那边的同学，我们在录影。你们在录影啊？对，我们在录影。可是这是加课的，但是有点大声。不好意思，号角响起。怎么都转不过去？好吃啊，这很好吃哎。都可以买，嗯，就100块钱太大份了吧，太划算了。哦，很是很划算。Ready 哦，三、二、一，3.5、4.5。我的中心建议是你买凉拌木瓜丝就好，不用加鸡肉，鸡肉有点重，鸡肉的肉味太重。下一个丸子，我要吃泡菜的。香菜我来，那我吃芹菜。它里面真的都是泡菜。我们刚走有拍到吗？好吃。跟你说，刚刚那个夜市从头走到尾，总共有3家卖丸子，只有这家是一直在那边现煮，一定要买现煮的那一家，真的好幸福。那我送你。芹菜也很好吃哎，满满的香菜。爱吃香菜会分掉。我也是。我刚应该要买的，我没有买。一咬一口之后，就香菜天堂，让香菜天堂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配料，它的菜都很新鲜，所以那个味道是很十足的。嗯，而且你吃得出，它除了把放芹菜的那个东西之外，它肉的调味其实是淡的，所以吃得到菜的味道就很鲜。它菜是脆的，它的肉淡淡之外还带甜，带一点点甜，这就跟菜搭起来会非常非常美。三二一，哒。应该是单品这样泡菜。哇，香菜这样子，香菜5分，我香菜5分，我香菜5分，泡菜我给4.5。I remember when I first saw your face and how everything changed. 哎，摇摆，让我摇摆。哎，张立文。哎，张立文。好呀。好呀。好呀。这是也是你找到的？对。网友怎么说？网友就说你应该需要多一点蛋白质。所以他推荐你这一家。网友好会哦，你们好棒哦。油亮油亮的，这个皮超油亮的，你们一人夹。它的肉是很软嫩的，然后很多汁，好吃哎。这个我可以一个人吃一口。对的。太好了。我后面的小姐姐怎样？后面的小姐姐。这个皮，真的很软，这个皮。你们口罩脱下来。吃到第一口咬下去，它汁哎。不介意，就有那个水润跟那个鸡肉的纤维感。嗯，真的。好好吃，肉超级甜，肉好厚。网友谢谢。评分了，三二一。还是我们做第二集好了，做第二集好了，点阅率好吗？对啊，做第二集好。你们觉得我们很好的话，还加我们对加一，这太加一我们可以再来。那是不是阿北喜欢的那种下酒菜？对。你在说什么？是人人都喜欢，人人都喜欢，就是你们看到的卤味，对，应该是什么？豆子短了，牛腱，经典一个，嗯，自由。酸菜，还有送我们酸菜，它是有点带辣的甜辣酱，对，甜辣，然后还有加蒜头，一圈一圈的豆皮，很讲口感，它是卤过的，就先卤，湿卤，甜甜的，它有一点油炸的香气，它是卤到入味，但是不软，对，不软烂，不会烂，好吃惊哦，它还可以让人家。把只咬它，有一点接近软骨的，有一点。哎，你不讲我不觉得是筋哎，很像软骨，好吃。这样多少钱？530。530。哇，是牛肉。3、2、1。刚才牛肉。哦，我就喜欢它没有那么咸。我喜欢咸，我不喜欢太咸，因为我喜欢吃很烂的。对，我喜欢吃很软烂。真的是大家口味不一样，对，棒。好累啊，你看我的手，还有我的肩膀也有，好重，这就是市场啊，真的好爽哦，我终于找到了，我全部都要，我想要这个泡菜，还有这个海带，还有这个。
的啦？我是从小在韩国长大。哦，你从小在韩国长大。我小孩子在台湾大学。哦。就跟着他们过来。哦。在台湾做事了，这30多年了。以前呢，开过航空公司。你可以放久一点，因为你很酸，你就不能再放了。这个如果它是新鲜用的话，因为我在韩国吃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泡菜不是太酸，是因为他们都是新鲜做的，对啊，很好吃，它不会太咸腻。萝卜很加分，萝卜超清爽。好，怎么样？好吃，我们现在哦，今天真的是很好吃，网友你们好会推啊，没有很雷的店啊，对啊，没有，没有雷店，没有雷的店，很好吃。我喜欢吃酸的。给你们酸的。还有口味选择。放比较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6分。这个酸。对嘛。放在劲儿。所以要吃酸的要跟阿姨说。对，就是放久一点，有没有？我有没有说？来 ，ready， 3、2、1。优秀，这家店值得坚持，拿得这么重，还是不放弃这家店是对的。对啊。市场最后一站，那时候请网友推荐的时候，他们就非常懂我的，推荐了一家冰店。哈哈哈哈，爽什么？他好开心，他真的很开心。然后他们这里有名的是他们的芋头啦，我点了一个综合冰，你们可以来的时候试试看。这个平常我不会来的夜市让我非常惊艳，因为我们吃的东西，网友推荐的东西都很好吃。因为它不是夜市，它是黄昏市场，它是菜市场。对，可是很多也是可以被我们逛到像夜市，菜又好吃，然后东西又很好吃，嗯 ，CP 值高又美味，赞。很多东西都是料多又实在的。嗯，想看我们吃第二集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加一，或是告诉我。你们希望看我们去哪里吃，哪一些市场啊，黄昏市场啊，夜市啊，都可以，欢迎推荐。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下回再见咯，拜拜。送你好妹妹。今天，因为我们水蒸鱼的沙西米好厉害哦。对，这可以。哇，你好聪明。哇，每一位都美女。水蒸鱼就在日本料理。的水蒸鱼，还有这个季节可以吃秋刀鱼，然后那个鱼的眼睛都亮晶晶的，很新鲜。对，它都还在动哎。对啊。